这是农场的第一次看到衡山梨开始开花所以就特别记录了它一下。那它的花苞呢，都长在这个梗上面，尖端，所以下一次您就知道该怎么修剪这个衡山梨了，也就是你要保留住年前的这个芽点，然后它就会在芽点上面呢开花这个就是修剪的一个衡山梨修剪的一个技巧。那今年它的侧枝呢就会很多，那我们就是要保留这些侧枝，而这些侧枝呢明年就是会结果挂果的一个地方。OK，这是我们家的衡山梨今年呢第一次追踪到它开花的时候了。柠檬最近也开始陆续的绽放这个花苞，有的已经开花，有的已经呢开始挂果了，这个问题就是看它会不会落果，若不会落果，那今年的柠檬呢可能又是一个丰收的一个状况，加油喽，柠檬。今年的成果商呢算是长得最不错的一年，那因为它的侧枝呢变多了，当然这个也要感谢女主呢，有细心的呵护它，要不然它早就被三枪呢，给啃死光了。那今年有那么多侧枝呢，那明年呢，它就会更好，尤其又长出了，下面这个新的侧枝，那这样它就会更强壮。那今年有机会呢。我也可能考虑呢，来帮他做一些扦插的动作，毕竟侧枝呢还是要做修剪。OK，这是我们的成果商喽。今天行事了几个，我们的砂糖橘，那现在确定呢，这一颗最早年纪的砂糖橘也开始开花了，那这个证明呢，今年的砂糖橘呢，应该会有比较丰硕的一个成果。OK，这是我们家的砂糖橘，应该长得算是不错。那今年开完花以后呢，挂完果、结完果以后采收完，可能就要进行修剪了，因为它有点太高了。OK，这是我们的砂糖橘，确定它已经有花苞了。那接下来呢，又是开始追踪砂糖橘的时间喽。看完砂糖橘以后呢，哎，就花姐美人柑呢也开始有花苞了，最近呢应该就会开始开花，这个也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收获了。那这个我们也又多了几个可追踪的果树了。那虽然这个美人柑呢就是很多，但是它的酸度呢，我不太能接受。好了，没关系，毕竟它已经又要开花了，那心里还是很高兴的。